那个，找你去了，好像昨天。找我？我这有一个。他妈，一辈子狗。就一个吗？我这。挑了三个。怎么卖没有的？这个小 B 吃。哎，走吧。这没枪可我把，哎，我先说一下，别误会主播了。交战挺激烈。 还有人雷的，你还撒护抓？你是个小鸡巴，你是？他头顶了。我还。你看，这快快快快快，一边去吧，一边去吧。这俩赶紧杀过来。八万，那个一颗雷给他炸死了。哎，搬出来。哪里啊？倒了，一标。 动，来了，后面。打药了。打到了。什么情况？见个人啊！我脸上多一个。我分多，二层楼。没跟上，哥，还没打血。二楼，为啥？差点拿了把小喷子。什么都没见着。 你也是吗？是的，我逛了半天，我还被偷车。打残了一个，我操！集火雷！雷震你妈！雷震！就是破枪破又。一个人，干不干的？打了一个，打了一个。牛逼！看前面的跑车要不，弄他吧。跑车被线了，我回去拿车。谢。哦，我操！开门。 我操！哎，我这还……我是一队，我长枪房。要不打，要不打。长枪房一个。我脸上长枪房一个，二楼。长枪房二楼。逼哥，站着就。过来。没窗口。不行，哎呦我操！ 他不能是他妈那俩队友吧？就那个我开始动静。哎，我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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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来出来个，出来个，出来个。啊！我右边炮，右边炮。我操！撞了！我操！撞房了，这边。王哥，开车。啊！